尊敬的各位游客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到国家二 A 级景区凤凰岭。凤凰岭位于北京以东125公里的河北省遵化市清东陵的西北侧，交通便利。景区及历史古迹、自然山水、乡野风情于一身。这里山高崖险，洞密泉美，石奇林茂。在清朝统治时期呢，更被列为清朝的皇家禁地，成为清朝皇陵的幽闭湖沙。接下来，请大家随我一起进入景区。走进景区，首先我们来到的是景区的核心广场凤凰岭。您看，前方山顶之上，两块尖尖的朝天祥石形似凤嘴，两侧山岭相围，形似凤凰展翅。整个山峰、山岭、山形、山貌，形似凤凰展翅，故而得名凤凰岭。在凤凰的两翼之下呢，各有两处自然遗迹，左侧呢为龙泽宫，右侧为神仙洞，相传呢均有神仙居住，成为凤凰的左辅右臂，尽显大自然的神奇造化。沿着蜿蜒如龙的林间小路缓缓而上，山峦起伏，绿野丛丛，秀美景色尽收眼底。站在观景平台之上俯瞰大地，远山近景一目了然，一望无垠的感觉给人一种意境浑然天成的感觉。观舞龙、赏美景后，最休闲爽心的项目呢，就要数着千米雨林穿越了。在晴天朗日里呢，您竟可以享受一把天降细雨、雨落翠林、珍珠落伞的感觉。走出雨林栈道，沿着石基缓缓而上，白云顶、云石瀑、钻天凤等自然景观便逐渐呈现在您眼前，让您感慨大自然神奇造化的同时，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古长城、将军墓、点将台、马蹄泉等景观可以将您带入戚继光将军围城练兵、厉兵秣马、抗击外族的英雄年代。游览完毕，返回服务区，在这里呢，您可以享受到皇家特色美食以及地方特色美食。如果您选择住在这里呢，有静谧的林间别墅小屋，还有舒适整洁、环境优美的标准间，设有功能完备的会议室。晚间呢，更有篝火晚会、烤全羊等特色活动，是您居家休闲、公司团建的理想场所。